大家好，我是 Vienna 黄淑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黎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超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ky 黄建仪。我哋而家水火不容啊。系啊，我哋即系下自己首歌《喵喵艳世学》。我哋有啦。OK 啦，掂啊。你谂咁耐嘅，我谂好啦。嚟啊！大家好，我哋系超。關於貓的歌就叫做《喵喵厭世學》喎，麗英咧係啦，我就有首《貓之報恩》啊，代表到我哋大家都中意貓啦。跟住個辣字咧，就係因為我哋啱啱傾偈嘅過程咧，發現大家都中意食辣，辣加貓，讀快啲，辣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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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樣啦。多謝多謝。OK， 我哋第一塊必答題啦。喺麗英嘅《美男子圖鑑》裏邊咧，係揾咗邊位男歌手顯聲嘅咧？簡單啦呢題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好似知啊，一定係張敬軒。三個英文字。1, 2, 3, Ian! 耶，好犀利啊！在 Jamie 張天穎的低調歌詞裏面是引用了其中一句《論語》的經典名句。可不可以講其中一句呢？有一句呢，就是什麼自知就自知，就不知就不知道不知道這樣的。他 IG 的 post 都打過的，是但真的不知道。低調 It's my attitude。好像不是一個論語來的，是不是叫 Loki？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是什麼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啊！是啊，好嘢 ，Jamie 世恩。張國榮咧係並冇同以下邊位歌手推出過合唱作品嘅咧 ？A 係陳百強 ，B 係關谷英 ，C 係林憶蓮 ，D 係許冠傑。我覺得女歌手的合作機會是大啲嘅，點解咧？哦，係喎，即係我都如果出一首合唱歌，我都會揾男仔唱先。我哋不如估咯。好啊，陳百強係啱嘅。好犀利啊！喺張國榮嘅《春夏秋冬》裏面，最後提及嘅季節係咩咧？最多答兩次咧。我肯定唔係秋同埋唔係冬嘅，因為佢哋係開始嗰兩個季節。哦，咁我哋冇嘢輸啊，因為最多答兩次。一、二、三，春天。啱啊！好耶！下一題就是考廣東話拼音嘅，咁就要睇廣東話拼音，就睇翻係邊首歌嘅歌詞。生活慳狠，呢個係 J 風平時睇開嘅嗰個字幕嚟。是，我睇得多應該都有事。是是是是是是嘛？乜乜乜是嘛？係。生活很壓迫是嘛？壓到我受了委屈。哇！唱埋出嚟啦！回憶半分鐘。啱啦啱啦！哇，好犀利啊！微説微笑，微説微説微微變奏奏奏，係咪啊？變咗，睇隔離組估成點先？唔係，係唔可以人嘅歌 ，Lost at the first sight。啱啦，你識唔識唱？我唔識唱，我唔記得個音樂係點樣唱，但係我就知道咯。好犀利啊！跟住咧，呢個係英文翻譯嘅廣東歌，我哋會俾歌詞英文翻譯俾你睇，但係以 Google Translate 為準嘅。如果我今天再見到你，我的笑容會很 friendly， 會很友善。哎呀，好熟啊！啦啦啦，你知啊？我公司噶。My smile will be friendly。佢第二句係微笑亦友善。若果今天咩咩再見，微笑亦有善，超風遺憾與遺憾一齊。啱啦，好最後啦，就係麗英同 Winky。Born to breathe, there are people who speak the right words。好難，呢句一定係有個歌詞呼吸啦，係嘛？有冇一首歌關於呼吸嘅咧？同你有啲關係。莫非係 Finally？Finally 開頭嘅用嘴巴說話，用眼睛看吧，用耳朵去聽我們說話。換首歌最新嘅，有冇唱曬成首出嚟？啊！我知啦，我知啦，下一段嚟㗎，係天生呼吸都有人話正。嚇！有人畫正，好啱啊！你有招牌啊？你有啊？我下一 part 係畫畫嘅，就快嘅，準備，OK， 實錄開始噶啦！哇，可以，哇，
一二三四四個字。下櫻花樹下。我仲未畫完啲蟬啊！我仲未畫完啲花啊！我以為呢只就係嗰只蟬添，即係樹蔭嗰只蟬啊！樹蔭有啲似嘅，真係有啲似嘅。準備一二三，啲唔係呢個係，哎呀，我死啦！陽光，陽光，唔係陽光，陽光，月，我哋去吹蠟燭，生日，啊唔係，啊，日，哎呀，乜嘢啊？月月殘，好難啊！我知，歲月如歌。雨歌啊！咩啊？我哋呢個咩事啊？廿六去廿七，我話咗一單日衰數啊！你哋有得分咯喎！係淺水淺海，我李源李源淺金源元寶李源李源銀河收你完。我盡量簡化，盡量簡化，大家好難表達，所以我哋好叻。只不過佢，不過你哋更叻，係啊，更叻。聽到我聽到啦，我冇聽到啊，我明白秒殺嘅意思係點解，因為我聽到咗，我一定秒殺你哋。我都做嘅 ，OK OK， 係啦，我都扮嘢嘅，但係咪開始㗎啦？三二一，哇！一百火！最後一 part 兩百題，我哋係超慢。No no！ 我第一題唱出一句有人名嘅歌詞。Thanks thank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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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ica。好，第二題啦，講出三首歌名有英文字嘅廣東歌。英文。三二一 ，Thanks Monica。其實我哋可以兩個一起出去㗎，係咪啊？其實我，哦，佢哋先啦，可能佢哋都諗唔到啦。都太慢啦，真係。Maybe it's 3 a.m. in the morning and I don't know how to say goodbye. I am all alone. 仲有一首，仲有一首，哇，三首咩？很堅強堅啲，一把火 3 a.m. 獨立嘅。唱出一句有中英文以外嘅語言嘅歌詞。有我多嘅，發現我太過有型。沙拉沙拉嘅 ，finally 有個咩都西，轉頭要翻工啦。講出三首歌名是六個字的廣東歌。我哋不如試下家謙嗰啲歌好嘛？時光倒流一多咗啦，話六度相隔理論，三分甜甜啦。係可以 Vienna 同蕭同。好啊，仲有一首係咩啊？不是你的形狀，六度相隔理論，無以名狀的痛。二三四五，好係喎。一句里面有两种颜色或以上的歌词的广东歌，我哋一加油，大紫大红，知多知多错，咁样，系啊 ，OK 大紫大红系啱，多谢，耶太好啦，讲出三首个歌名里面有呢个花字的广东歌，啊 ，OK 嚟你先，我自己首歌是有花光生命拍翼。跟住落花流水，歌名啊，櫻花樹下，落花流水，仲有咧，三二一，花海，哇，好花，好想要出去啊！我哋第一秒已經諗到啦，下一題咧係要唱一句有動物嘅廣東歌歌詞。啊，哎呀，唔唱呢個首先，
像只猫靠近主人时。要講三首個歌名裏邊咧，係有香港地名或者街道名嘅廣東歌。哇！幾條街？彌敦道，仲有咧？三啊啊！謝安琪嗰首誒《三輪道》，三輪道。跟住呢幾題咧係加碼到200分嘅，講出三首係兩位女歌手合唱嘅廣東歌。咁樣嘅話咧，就我哋慢慢錄出去啊。我哋谂下先，我哋超慢咧。如果太慢嘅第二队都可以。我哋唔好意思啊。一加一，男人信什么？三、二、一。我都可以到翻黎英雄 Frankie。好啊，我哋啱抽翻佢啲答案先，系啊，多谢你提醒我哋一加一啦。男人信什么系嘛？哎，仲有仲有。好啦，要分埋。好啦，再谂下先。喂，我有喎，咩事啊？我咪有咯，系喎，我同阿 Jamie 一齐合唱咗，有民众失踪，连到真找不到，无办法自控。讲唔讲到歌名 ？Pick up your phone， 系啦，我记得啦 ，Pick up your phone， 耶！讲出三首个歌名有八个字或以上嘅广东歌，有用嘅，系啦啦啦啦。嘉欣哥哥，做咩嘅喎？我不试过我。我不我哪怕我怪我做個好人，知奇，哎呀！夠鐘啦，夠鐘啦！世界兒童吻我，而我歌唱。如果青春不會有盡頭，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。啱啦，啱啦，啱啦！好，下一題係講出五首香港電影原創歌曲。Yeah！ 啊，我知啊，呢個八日。漂流係咪個發光？填詞嗰首誒填詞，趙雲填詞雲，差一點我們會飛。嗯，阿 Kev 嗰首係發光漂流。夠鐘啦，夠鐘啦，好啦，而家兩邊都可以諗到啦。個咩翻火河咩？誒嗰啲咩獨家試愛個抽咧，十分愛獨家試愛，隨時代啲咪嗰啲啊，好心分手，咪好心好誒，好心好服，係咪？再諗下先，再諗下先。我哋集合下先，等先。係誒，差一點我們會飛。填詞雲同狂舞吧，再有名，同埋好心好報。救命係邊套戲記唔記得？點解會有 extra question 嘅？而家即刻。我睇下再有名係咪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啱嘅，啱嘅，啱嘅。耶！最後兩題啊，呢個係。OK OK。再加到250分嘅。哇！差啲啦。好啦，第一題咧就係講出七個香港女團嘅名稱，七個。Yes. Venus 啦 ，Mia 啦 ，Cola 啦 ，Lollipop，Twins，S1，Supergirl，A2。好，最后一题啦，唔计在座四位，要讲出七个香港嘅女创作人。女创作人，唔计在座四位嘅。Aga， 陈雷，黄婉之 ，Jamie， 五，文浩莹。三鄭秀文、鄧小巧，鄭秀文真係唔係好確定有座位喺度。我哋復唱嘅機會啦，黃淑萬，唔計錯咗，唔計啦，鄭秀文冇咩 ？Bad chance， 好啦，我哋啦，到即係嚟個七個，好對唔住 ，Jason， 嗯 ，Aga 啦，阿雷同二友可唔可以計兩個？謝千彤、謝千雷。陳雷啦，嗯，咁就係 Jamie 啦，同埋阿左，好，點解啊？好亂，好犀利，好犀利啊！真係有啊，不如咁啦，我哋呢題，好，算啦，我哋呢題，我哋呢題唔計啦，真係我哋唔計加分嘅啦。最後嘅比數咧就係林貓係2250分，2250。超慢咧就係2950分。哇！好勁啊！我嘅新歌叫做《不是你的形狀》啦，咁咧係我自己曲詞創作啦，同陳夏威監製合作啦。咁呢首歌係講緊咧兩個人之間咧嘅愛情故事嚟嘅。咁如果個男仔唔中意你嘅形狀，你會唔會為佢改變啊？唔會。你咧？唔會。如果你哋想知道我決唔決定改變，就聽歌啦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iona， 我的新歌 I Am All Alone 已经出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今次的新歌是我第一次自己参与作曲的部分，就是跟 Shamika 一起创作的。所以大家听到的曲风会比较偏欧美风，所以就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。除了听这首歌也要看过微电影 I Am Not Alone， 耶、yeah!好啦，我哋唔猜包點入，你可以一齊去個 mood 同事就介紹你的新歌，跟住就逼佢 share 曬四首歌去 IG 咁樣。輕鬆啲啦，我哋講嘅時候，我哋就四個都 share 曬。follow 我哋 ，follow 我哋嘅 IG。我哋望下出面邊一個友善啲嘅樣。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請問你點稱呼啊？我叫 Sunny。Sunny， 我哋有個請求啊，係啊，就係咧想喺你嘅 Instagram 嗰度咧嘅 story 咧係佔有四個 story 啊。個 content 就係我哋嘅新歌，係啦，好正，好正。貓貓現實，咁個貓嘅係邊個咁樣嘅？咁樣嘅，細學。然後咧就可以 share 佢呢個 Instagram 嘅 story 嗰度。我嘅 IG 咧係 WONG KIN YEE， 即係汪千依，咁就應該會揾到我噶啦。冇錯冇錯，多謝你啊 ，Sunny。咁咧做完第一個咧，就準備下一個咯。係，咁我首歌叫《美男子圖鑑》啊，係啦。我覺得 Move 有呢一個可以直接 share 佢 story 嘅 function 真係好犀利啊！係啊，真係好 friendly 啊！哎，冇錯呢個。幻想下麗英平時點樣追啲美男子嘅偶像？我都好含蓄嘅，其實即係我唔覺嘅，呢個只係大家都誤解咗我。表面我真係非常之矜持嘅，係跟住可以踢翻拉影的樹，係啦，拉影的樹。跟住咧，踢到我啦，嗯，係 I am all alone。係我，唔知你揾唔揾到我咧？已經喺度啦，一揾就揾到，就係呢啲，一揾就誒就揾到你啦，就俾啲咁靚女嘅人嗌我 alone。係啊，唔會咁。我係 FEANNA。Swag， 係我啦 ，Swag，Swag， 多謝你啊！好啊，演成女團啊，到我啦，係，不是你的形狀，不是你的，係温文道啊，温道 ，OK， 我個 IG 係 CH， 字形超痛，係，哦 ，underscore DEN。超同，我會留意嘅。上一次應該係紅館見你兩個插低咗。哇！我哋真係好有緣，好有緣，係啊，緣分。耶！踢曬，真係。